要等他停下来。如果这样就没有问题。可是他们两个会战斗啊。嗯，对啊。就这样下去，砰砰，呵，呵，砰砰，互相战斗，天意战神。战斗开始，这个是末日邪神呢，终于重出江湖了。哇！暴风巨神。哦，暴风巨神哦。嗯。这是暴风巨神。嗯。敌人，出马，一甲攻击。嗯。那不是末日邪神吗？嗯。还是暴风巨神。暴风巨神。暴风巨神，那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暴风巨神，很厉害。嗯，你不喜欢天意战神啊？等一下，我是拿天意战神，要等他停。哇，这个暴风巨神很稳定啊。对呀，很稳。一直在那里转转转。对呀，都用到这个。太厉害了。真的啊，很厉害的小孩。那你要参加全国比赛吗？对。啊，要去日本比赛。要去日本参加战斗陀螺比赛，要参加喝捏捏组，参加幼稚园小班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还是可爱一班组。不是，战斗班。啊，他也没有力气的。我无心又拿出天意战神，接下来又要横潮了。哇，吴昕这一次的天意战神非常稳定，哇，一直撞路边，他一直撞路边，撞撞撞，又加上高速器的高速旋转，哦，你看他一直来回来回，哦，这是你的天意战。